姣好身材，饱足味美。以手工擀制面皮，包裹丰富馅料的饺子深受喜爱。这来自北京的手工水饺店，强调馅料现点现拌现包现煮，就是面粉加盐巴加冷水直接这样过，就是纯粹它的硬度它的筋性就是靠手的力量，真的是以老母鸡，我吃三天三夜，就是纯粹以北京的做法在做，所以我们吃起来的饺子的口味会比较香。这一季新品以佛跳墙玉饺最有特色，每颗要价80元，饺子皮混入南瓜调色，内馅则包入了高档的鲍鱼、虾子、鱼翅和海参，充满鲜美海味，果然很澎湃。黄瓜鸡蛋口味只包了小黄瓜碎和炒蛋，口感爽脆清爽，味道很单纯。至于招牌口味，内馅混合韭菜、虾子、绞肉和鸡蛋，即使不沾酱，吃来也多汁可口。价格不贵的饺子，吃巧又吃饱。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在，祝大家吃好饺，身材又富足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